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顺水新都分享嘅 Suki。今日带大家嚟睇嘅咧系我身后边嘅歌富岭。歌富岭位于粉锦公路338号，屋苑系2013年4月入伙，总共有253间屋，分8条街。呢度系会所嘅大堂，会所设施齐备，屋苑亦都有 shuttle bus 出翻去顺水火车站。而家带大家入屋睇下，今日介绍呢一个单位咧，实用面积系1812尺，花园面积1121尺，两层屋。单位系属于一个3房3套嘅设计，厨房以一个 U 型嘅曲尺，收纳空间亦都好相当之大。上2楼睡房层睇下，呢个系其中嘅一个套房。主人房呢边咧，仲有一个独立嘅平台，景观相当开扬。主人房套厕里边有浴缸，亦都有淋浴间。如果大家对屋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新都分行，多谢你，拜拜。